应该是今天晚上最安静的一首歌。你既然都说话了，是不是今天准备了一首什么样的作品呢？今天这首歌叫在这个冬天来临之前。哎，很应景啊。在这个冬天来临的时候，祝愿大家在这个冬天都能收获到自己想要的事业也好，爱情也好，友情也好。掌声鼓励左老板。在未曾来临的冰雪融化成四季的诗，为你将还没褪色的天真当作礼物给你。当我最热烈的青春燃烧了火焰，温暖你，让你与灿烂的星辰永不老去。等喧嚣角落的灯火驱散了一丝孤单，为你等落满灰尘的窗户打开了明媚给你，等久违黑白的电影重复着亲吻，吻着你，让我能睡在你梦里永不分离。